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在养德大道三段跟新安路的交叉路口，现场是一个 T 字的长下坡路段，当时小轿车是绿灯要左转，水泥车是一路失控往下冲。附近民宅一整排严重受损，玻璃碎满地，窗框凹陷，也完全没电可用，在紧急修复中。可以想象撞击力道有多强。住户回忆起当时状况，余悸犹存。我看到都一片乱了，就是那个车子里面都是边边的。 好像那个把零九一样，弄弄弄变扁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条路都是不能走。完全都是停在修理啊，断线都坏掉啊。这起严重车祸造成包含水泥车驾驶在内共四人死亡，九人轻重伤，波及到二十二辆汽机车。慈济志工接到消息，马上到场关怀，之后也分头到各家医院抚慰家属。花东社区，我们的师兄姐要来助念。 陆陆续续的，我们都感到这边来，是这个家庭的支柱经济主要的来源嘛？那一旦这样的话，可能生活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困难。那这个没关系，我们都会，这个访视的团队会好会运作。蓝天白云身影一路陪伴，后续也会交由社区志工追踪。愿生者心安，亡者临安。大爱新闻黄一杰、林立一台北报道。